All that we are is up here. What's going on up here and here? That's humanity. 影集《三体》上线之后呢，得到了真的非常两极的评价。本剧改编自中国科幻代表作家刘慈欣的同名小说。作为一个先看了一点小说，再看美版，最后又回去补原著的人来说呢，我会觉得美版是一个很好入坑《三体》故事的一个门槛。因为单看美版呢，是一个合格的娱乐作品，简单易懂，节奏明快。看完之后呢，反而会对原著甚至是好奇入版的诠释。很明显，美版的主要目标群众就不是亚洲人，所以故事的调性和叙事的手法都很美式。这当然呢，也和制作群有关系。本剧开场与红卫兵的批斗大会，我觉得是一个很强而有力的吸睛开场。有别于原著中是一个开场在奈米科技研究家汪淼和大师的初次见面。故事的开场画面呢，总是最能够呼应一个故事想带给观众传播的企图。美版先一步的带进整场悲剧的起源，源自于那个让知识科技进步受到强大阻碍的文化大革命。那个最先背叛地球人的叶文洁，又是如何开始对人类感到失望的故事？在看原著后呢，最强烈感觉到的其实是创作者们对于人的诠释有很强程度的不同。因为这一点呢，故事的阐述视角就出现了一些落差，视角蛮不同的，故事当然就不会是那个原本的故事。不过批斗大会上的红卫兵唐红静的演出呢，让我印象深刻。那种毫无来由的自信和充斥着暴力的眼神，就像是疯狂的信徒。他们慷慨激昂地喊着革命无罪，用一些现在看起来很荒谬的理由批斗知识分子。就在唐红静发现自己打死了叶哲泰之后呢，导演特写了他假装自若，却眼角微微一泪。从后来的故事中，我们也得知了这时候唐红静还小，但却在大环境的浪潮下，为了生存随波逐流。在这样的视角之下，不难感觉到编导对于唐红静也不是一味的恶人行塑。原著中其实有提到，上面希望文斗就好，不要武斗，但都来不及了。指令到达时呢，叶哲泰已经死了。虽然剧中也有带到叶文洁母亲出场来指证叶哲泰，但很可惜没有道出叶文洁对于母亲的背叛，那种失望至极，同时间失去了所有家人那种孤身一人的绝望。这确实也让美版缺失了理解叶文洁厌恶人类的其中一块拼图，算是比较可惜的部分。美版呢，用1966年带出了叶文洁的起源背景，接着跳剪到了2024年带出了牛津五人帮，但2024年的开端却是一名物理学博士的自杀案，而且是以很惨烈的方式下线，写出整面墙的倒数计时，并且写着他还是会看到，仿佛想要让观众透过这些蛛丝马迹去感受博士之所以自杀是因为感受到何等的恐惧。但在第三集时呢，又带到了有个施密特博士用类似于奥本海默情妇的死法自杀了。他们谈论着当时呢，也有认为情妇是被谋杀的，这些都为后续揭开地球三体组织，也就是 ETO 持续杀害的科学人士作为铺垫。但叶维拉不一样，叶维拉的自杀场面是直接让观众直击的，生前他却是问了索尔：“你相信上帝吗？”这个画面很有意思的是，可以注意到维拉的背后有一个逃生出口。一般来说，不会放一个这么明显的灯号在人物的背后，所以那一定是有意义的。对当时的维拉来说，一定是陷入了科学无法进步的绝望中。但这并不源于他对于物理理论的动摇，而是因为他得知了母亲叶文洁的秘密，世界的物理研究被强大第三者把握其中。眼前他所努力的一切都将成为泡影，尤其造成这一切的还是他的母亲。对于他来说，唯一的逃生出路就是自杀，跳进了契尔科夫缸中。这个水缸呢，似乎可以用来观察粒子穿过水缸时产生的契尔科夫光，也就是说这个水缸呢和物理也息息相关。剧中他们谈论到实验失败，每次观察的结果和理论都对不上，让他们的研究近乎崩溃。维拉跳入了这个水缸中，似乎也在诉说着物理已死。在知晓了维拉死因的真相后，回头看维拉问所有的那一句你相信上帝吗，就很值得玩味了。所有的回答是不相信，或许也隐隐的暗示了所有面对强大敌人时是有能力起身反抗的，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啦。主角群们改编自小说一到三集的主角性别人种都经过改编，我看起来是蛮顺畅的啦。虽然让这群本来在原著中完全不认识的专家们变成一群好友有点怪，但在剧情理解和安排上，可能对编剧和观众来说开局才不会太难记忆。甚至这些角色除了领便当那一位都可以延续到下一季，角色延续对于故事的重要性其实很高，所以我还蛮认同这种做法。毕竟照着原著的话，就等于每一季都有新的主角新的领域，
难免让观众会觉得自己开错影集的感觉。奥基和陈景在酒吧谈论着物理崩溃的事情，奥基却发现眼前有着别人看不到的光圈在晃动，逐渐的形成了倒数计时。这其实呢是故事后期出场的质子，作为高能粒子在奥基的视网膜上，像是仙女棒视觉残留的效果，留下了倒数计时。但对于一无所知的奥基来说，却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恐惧。来到了维拉的丧礼，作为生父的麦克伊文斯却犹如一个只见过几面的陌生人，浅浅的看了一眼维拉，甚至和叶文杰一句话也没有说上，这也埋下了两人早已有隔阂的伏笔。牛津五人帮加上陈静的男友聚餐，顺便带到各自的背景，杰克在卖零食，威尔在教书，但奥基被时间倒数干扰到很心烦，奥基呢就出去独处。一个神秘的女性出现，替奥基点烟。塔提安娜告诉了奥基，族有更好的出路，只要她停下工作就可以，并提出了星空将会为她扎眼的事情。批斗大会的隔年，叶文杰待在内蒙古的生产兵团，每天都在砍树。美版中，白木林和少女叶文杰产生了很明确的恋爱关系。其实可以看出，这时候的叶文杰对人还没有到心灰意冷的程度，在艰难的环境下。相同的理念很容易就春心萌动，两人在白日风雪中牵手，寒冷冬夜中相互依偎。这很小一段的恋爱，可以看到导演刻意的在他们眼前摆放光秃秃的植被、被砍下的大树，也隐隐的带出他们在这里不得不制造死亡。但叶文杰却在手里握着种子，沿途撒下，在他心里，他还是希望有东西能够活下来的。这段剧情呢，颇有诗意。但失意在生存面前也是不堪一击的。白木林送的极尽的春天被人发现了，叶文杰从恋爱中汲取的那些微温暖，在无声的背叛中让叶文杰陷入了更寒冷的境地，也为叶文杰在相信人类这件事情上加上了一个警告。牢房中呢，只有很些微的窗口映照在人的身上，导演背光拍摄更显现出叶文杰的境地是有多么的黑暗。叶文杰呢，虽然拒绝了军代表提议，但柳暗花明又一村，叶文杰凭借着学士和曾经发表论文来到了红岸基地。2024年中，陈景经叶文杰之手拿到了三体游戏的装置。在原著中，游戏装置呢还是人类自己用的 V 装具，因为当时呢三体也很抗拒把技术交到了地球三体组织的手里。有趣的也是，在叶家时，导演刻意的特写了墙上的老旧照片，隐隐的揭露了我们一直看到这位老人，就是1966年在中国经历过文革的叶文杰。奥基听了神秘少女的话，真的看见了整片星空仿佛眨眼，且透过所有的帮忙，用早餐麦片的赠品透过闪烁的频率解开了密码，发现天空闪烁的意思和眼前看到数字刚好对上，也就意味着让整片星空闪烁和在奥基眼前弄出倒数计时的是同一者。这种庞大的恐惧让奥基不得不停下纳米科技的研究。1968年，叶文杰已经知道红岸真正的目的，并且和一名美国学者取得联系，因此推敲出太阳可以反射放大电磁波辐射。但这个重大发现呢，却被杨维宁拿去了揽功，但因为政治因素而揽功不成。其实呢，这场戏有点奇妙。照理来说，叶文杰应该要埋怨杨维宁，但叶文杰呢，却只是狠狠地盯着墙上毛泽东的照片。这张的构图很有趣，叶文杰和杨维宁之间卡着雷志成，而上方却是毛泽东的照片。画面中看来，就仿佛在暗示造成两人有所隔阂的，正是那一颗红太阳。叶文杰呢没有埋怨杨卫宁，对他来说，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红太阳，所以他做出了反抗，偷偷的将讯息往太阳上发射。2024年上，陈景和杰克开始探索三体游戏，并且了解到游戏中的人遇到了强烈的日晒，可以透过直接脱水保命，等到痕迹原始呢再泡水便可以存活。游戏本身呢，虽然走一个解谜破关的路线，但实际上呢是用来引发玩家同情心的工具，并且筛选有能力知识的人类。但必须说，游戏在《三体》的观影体验上加了很多分。在看小说时呢，我也觉得这份真的很有趣，结合玩家背景延伸出相应的 NPC 和建筑。但也不难发现，无论是东方、西方，都是起源自集权社会。其实呢，也隐隐的暗示了三体人的社会组成。唯有在上课中教学多重宇宙，讲述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有分身的存在，一颗肉体的消失，但意识却能够存在于其他的宇宙之中。然而这段上课内容呢，却接连跳剪了威尔和医生了解病情，在路上茫然的样子，隐隐的暗示了威尔生病了。然而多重宇宙中意识的延续，也为之后威尔进入接替计划留下了伏笔。威尔生病时用的配乐是滚石乐队的 Moonlight Mile，
歌词呢，尽数孤寂和寒冷，也呼应了威尔的心境。1977年，混乱的文革终于过去了，叶文洁为了选址的事情呢，和伊文斯相遇了，也看到了熟悉的那本书《寂静的春天》。更重要的是，当年那个打死他父亲的唐红静成为了劳改犯。叶文洁想要听到唐红静的忏悔，但事实上呢，没有人会忏悔，因为人终将是自私的。这也是压垮叶文洁的最后一根稻草。叶文洁的宇宙讯息收到了回复，但却是一个和平主义者的警告。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原著中三体人的心路历程很值得拿出来聊一聊，但这有点剧透，大家就自行斟酌咯。这也是小说中首次带到三体人的视角，他们就如同游戏中一样，一遇到严峻的环境，大部分人就会脱水，但也会留下监听员为他们寻求下一个生机。但监听员的生活就跟叶文洁的差不多孤独，而那个给予警告的监听员呢，厌倦了这种只求生不求活的人生，而他知道地球拥有艺术，拥有一切美好的事物，他并不希望那些被摧毁，那是他梦想中的生活，可是呢，就意味着战争。三体人的社会法律过去只有生或死，但这个监听员呢，并没有被判死，但他还是有罪的。元首想要让监听员知道，他也拯救不了这个地球，因为监听员这个错误，元首烧死了6000人。讽刺的是，叶文洁认为人类的问题已经无法自救，需要依靠第三者来解决问题，但却不知道第三者也许和他厌恶的人类也相差无几。2024年，陈景和杰克在《三体》游戏中成功晋级到第四阶段，影集也更进一步的为我们揭开三体人的秘密。伊文斯念童话故事给主听。实际上呢，伊文斯就是在和早一部三体人到达地球的质子对话。没看原著时呢，我还真的以为伊文斯在和遥远的三体人对话。虽然质子呢是人工智慧，但应该也是基于三体人的资料库来和伊文斯进行交流。所以质子呢说他们是没有个人情绪，这一点也是代表了三体人间无论是情绪、思绪都是共有的，用脑电波轻易的交流。值得注意的也是伊文斯办公室里放置的小女孩的照片，和在三体游戏中追随者的模样一模一样。很明显，伊文斯利用了女儿的模样建模。这个追随者在原著中是个不存在的 NPC。但对于游戏而言，对玩家却很能够产生情感连结。陈启和杰克来到了塔提阿纳，揭示游戏的真正尽头，是要迎接三体人的到来。剧中说三体问题无解，因此呢，他必须要寻找新的家园。他们不在乎大部分人必须留下，因为对他们来说，只要一人存活，全体就能够存活。但这一点就和人类很不一样，人类呢已经离开了那种为家园荣耀奉献生命的社会阶段太久了。这里第四阶段时，塔提阿娜说出了我们是同志。在原著里，叶文洁因为父亲被视为反动思想的害虫，作为女儿的叶文洁一直都是以罪人的身份待在红岸的，直到1983年叶文洁父亲才收到了平反，叶文洁才终于摆脱了罪名，上一层呢也才终于能够称呼她为叶文洁同志。但这一声同志呢，对叶文洁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他们的志从来就不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平反一事呢，在剧中就没有特别的被提及，只有提到毛泽东死了。1982年，叶文洁去寻找了他认为有可能成为他同志的人伊文斯，并且说出了自己和三体的秘密。这里很特别的是，先让我们看到2024年他们发展成了什么样的程度，而从三体游戏到筛选人进地球三体组织，似乎也都是由伊文斯一手把控，理所当然的下达杀害不听话的科学家也是伊文斯的意思。1984年，叶文洁和伊文斯来到了审判日号上，两人因为三体人一直有在传讯息过来而感动不已，这时两人相当的亲密，也在这一年他们的女儿维拉诞生了。2024年时间线上，伊文斯和质子大量对话，却意外的让质子认为伊文斯是骗子。从对话中就会发现，三体人没办法理解比喻、明喻、暗喻、预言，但并不代表他们学习不来。将他人比喻为虫子，美版中出自于伊文斯，而原著中呢，应该是出自于叶文洁。质子最终将这个比喻用在了恐吓全人类上。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晚点会再讨论。大使和儿子呢，因为电玩有一点点的对话，说实话，原著中真的很有人物魅力的就是史强，但美版的大使呢，就真的就像是剧情工具了。没有太多自己的想法和表现空间，只负责把该给观众看的东西呈现出来。如果这个角色有一半原著的灵活逗趣，可能会让这部影集再多一点趣味。但两者在设定上也是真的差距很大，毕竟史强在原著中是个不会说英文的粗人，但却能力很强。原著中古筝行动就是由史强想出来的。在伦敦高峰会上，有意思的是塔提阿娜，想必看过结局的人就会知道塔提阿娜将会成为重要的角色。本季里呢，她表现得像是狂热教徒，
其实呢就像是一个渴望关注积极表现的小女孩一样。这点呢从叶文洁稍微对陈瑾表达出亲昵，达蒂安娜嘴角的抽动中可以看出她很嫉妒，但这种渴望呢却不完全搭在叶文洁上，而是因为主和叶文洁有很深的渊源。主呢就像是塔提安娜的母亲，塔提安娜在原著中的原型在暴乱中就死了，而且呢高峰会前也没有出场过。塔提安娜算是美版加以延伸的角色，原著中有稍微提到她是孤儿，并且有带到说是想找到她母亲的事情。韦德特别翻出了成吉思汗的古老马镫，说正是因为这个金属马镫，成吉思汗才能够称霸一族。因此呢，现在要和三体人为敌，就必须更加了解三体人的战略为何。这个马镫出场的也是很突然。自从伊文斯对质子说明了人类有欺骗他人的能力后，质子就不再保护地球三体组织。因此呢，当高峰会冲突爆发，又或是古筝行动开始时，审判日号都没有得到警告，因为对三体人来说，他们并不是朋友了。剧中提到了为了不让敌人有时间删除重要的资料，最终他们选择了用古筝行动。剧里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这个词，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讲了对于西方人来说还是不太直观。他们用纳米纤维弄出了一个绝命终结战。原著中有提到剧里那一幕，工人的水管被切断，带才是他的身体，这真的是一个很有心机的铺陈。可能会有人疑问，要是资料也恰好被切开怎么办？书中有解释到，就算切开了，因为切口很齐整，修复起来也比较容易。在这古镇行动中呢，奥基十分不赞同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杀人，甚至于在事后坠入了自责中。原著中对应奥基的角色应该是汪淼，虽然有些不安，但没有奥基这么严重。认真说，作者在这个心理上的道德谴责也很少，这也是我觉得两部作品很不一样的地方。作者似乎也认为没有道德的宇宙是完全有可能存在的。奥基是科学家，不是军人，大半辈子对人的道德价值观已经根深蒂固，突然间要成为奥本海默，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虽然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方面的描写，但我反而觉得这一点上让人类呢更有情感和力量。这或许是战争上的拖累，但却也是组成人类很重要的一个成分之一。因为与之对比的为了生存，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无所谓的三体人，在长期的进化下，他们的情绪波动越来越小，这种怜悯、悲伤甚至于愤怒都降到了最低，冷静思考已经是他们的习性。而且呢，美版中和原著里还是有一点很不一样，就是强调出船上有很多孩子，那些人在船上常年的生活早已成为了小型社会。然而原著里其实对渔船上有什么人描写的很少，而美版更是透过孩子的存在去凸显出战争的残酷，算是我蛮喜欢的叙事。当初单看美版呢，其实没有很理解为什么伊文斯和叶文洁后来形同陌路。虽然影集中有隐隐的带到伊文斯把控着三体人的对话，所有资料都成为了伊文斯的人质，但却没有明确点出两人产生裂痕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伊文斯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渴望成为救世主的人，他发明了一个词叫做物种共产主义，意味着所有生物都应该平等。年轻时呢，他忙碌于拯救即将灭种的鸟，后来继承了父亲庞大的财产，又再次的和叶文洁相遇。对于想拯救地球的伊文斯来说，就像是看见了曙光。但是两人其实从起点上就不一样了。叶文洁是基于人类已经无力于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第三方的力量介入，意味着叶文洁是希望人类可以被拯救的。但是伊文斯认为万物平等，所以小说中伊文斯呢是妥妥的降临派，希望主的降临来惩罚人类。因此虽然叶文洁位居于统帅，却只是一个精神领袖，把控所有资源的人其实呢是伊文斯。在 ETO 中除了降临派外，还有拯救派以及幸存派，前者是想帮助三体人，后者则是认为400年后战火延烧，希望三体人看在他们为三体服务的份上让他们存活。美版中叶文洁在听到了伊文斯和质子关于谎言的对话后产生了动摇，但实际上原著中透过这份讯息，叶文洁还得知了三体要如何让人类的文明停滞，掐住科学进步，动摇科学家们。叶文洁终于知道一直以来自己都想太过天真了，而且降临派一直以来都知道三体人的真实意图，并没有告诉他。最后一个打击就是质子发出来的你们是虫子。六七八集正式进入了小说第三集的主线，我还没有看到那，所以呢欢迎大家补充给我。质子呢成功引爆人类的恐惧，社会陷入了一片混乱。叶文洁和陈瑾对谈，但叶文洁依然想坚持自己的信念，但其实呢他心里知道主不再相信他们了，这成为了他理想的阻碍。明明知道不可能，却又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信念。陈瑾更因为杰克和维拉的死
决定起身反抗三体人，因此开始为韦的工作展开了接替计划。第四集中呢，威尔整理了杰克的遗物，带回了一个曼彻斯特足球俱乐部的煞杯，里面还有一个足球员的公仔。接着拿出了一本童话故事书，是一本陈景送给威尔的生日礼物。威尔呢是一个一直在跟童话故事纠缠在一起的角色，甚至就连陈景送的金鱼他都以童话故事的作者取名，这应该都是在为下一季做铺垫啦。其实呢，我还蛮喜欢威尔的线，他很像整个故事中努力保持清醒的人。他和陈景青梅竹马，却一直信心不足而没有告白。两个朋友起哄下，威尔前往了伦敦，但在观众的视角下，陈景和拉吉其实一直感情都不算好，两人甚至在车中争执着古筝行动是否合理。最后相拥和好，却被努力鼓起勇气远行的威尔看见了。这时候使用的配乐是 Can't Find My Way Home。找不到回家的路，歌词说着时间快到了，他在等待某人，找不到回家的路。用这首歌呢，更加去凸显威尔他那个迷失的状态，恍恍惚惚的他又回去了。威尔去过伦敦后呢，回头就明白陈景现在需要的不是他，因此他开口拜托奥基去找陈景，奥基妥协了。在这之后呢，威尔在海边时，威尔看见了两艘折纸船，就如同当时陈景为他所折的那样一样，两艘船待在一起。威尔激动的看了一眼后，才又回去。我想可以理解成，因为威尔替陈景完成了愿望，所以可以看见两艘船待在一起的幻想。但威尔心里他完成了那件事，就仿佛他们是在一起的。威尔放弃了表白的念头，却是很浪漫的买了一颗星星。另一边，奥基呢也在协助接替计划。这里奥基说，被糟蹋的人永远都会被糟蹋，永远都会被排在最后，他们没有人有机会扬帆远航。似乎也在呼应威尔那个自愿受伤的性格。一转场呢，就看见了威尔在船上一脸茫然，幻象里面又只剩下他自己，还是一样孤独。安宁状态的威尔看见了自己的亲属，但对方却只是想来要求他母亲的财产。这时候威尔看了一眼他的金鱼普希金、渔夫和金鱼。故事呢讲述了贪得无厌的富人最后一无所有的故事。这里威尔看了一眼金鱼，大概也是呼应了那个贪得无厌的故事，最后答应了亲戚的请求。韦德告知奥基和陈景希望威尔成为那颗飞上天的大脑后，奥基强烈的反对，因此离开了。而韦德却因此想出了破壁者计划。有趣的也是可以注意到韦德背后这一幅挂毯。故事背景呢，在讲罗马和拉丁的将军都做了同一个梦，梦中预言其中一支军队和对方军队的一名将军都将被献给地狱，而其中一名军政官的献祭呢，将是打败敌人的必要条件。而这幅画正是将军询问着他的梦，而对方则表示他是被选中为罗马献身的人。而这个献身呢，似乎也呼应了威尔被选中舍弃生命飞向宇宙，将会成为三体和地球人两军交战能够影响胜败的关键。奥基和丹尼斯之间的争执，其实我本来有点不太理解为什么一定要放进来，看了原著之后呢，就有点理解了。为了让技术更快的发展，曾经发起了技术公有化，但大国们呢纷纷拒绝了。而美版中奥基这样将研究技术公开，或许会让科技进步得更快。叶文洁拿着女儿的书，一本是赛局理论，一本是费米悖论。前者是一个策略互动下产生的理论，透过预判布局来争取胜利。后者在书中有所解释，从理论上来说，人类能够用100万年的时间飞往银河系的任何一颗星球，那么比地球早进化100万年的外星人应该就要抵达地球了。可是没有，意在讲述人类高估了地外文明的存在，却又没有证据证明的矛盾。但会不会那些不来接触的外星人只是聪明的躲了起来？而这种躲藏呢，会不会也是一种战略呢？叶文洁拿着两本书看了一眼女儿的照片，仿佛下定了什么决心。似乎可以预料叶文洁打算开一场自己和三体的赛局。一转场呢，是一只蚂蚁在墓碑的刻痕上爬行，对他来说犹如爬行山和沟。叶文洁说他迷失了，而索尔只是说和你有什么关系？他是虫子。实际上呢，这就是叶文洁在说人类迷失了，人类之于宇宙就像是蚂蚁之于人类的关系。接着叶文洁呢，却提议要说一个笑话给索尔听。其实呢，这部分和原著也有很大不同。索尔在小说中设定是学过天文，却在学校教授社会学，因此叶文洁曾经提议要让索尔去研究宇宙社会学，毕竟那是一个天文融合社会的领域。而这之后呢，索尔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才终于明白当时叶文洁所说的是什么意思。美版的笑话就简单很多，如果解释这个笑话呢，可能就是下一季的一个剧透。叶文洁呢用爱因斯坦作为主角，我认为这是叶文洁想透过爱因斯坦表达一个自认为能力在一个标准之上的人，对自己充满了信心。而爱因斯坦呢到了天堂，他理解成他到了一个陌生的领域就可以了。爱因斯坦呢知道自己擅长拉小提琴，理解成发出声音。
天使呢跑来警告他不要拉小提琴，但爱因斯坦呢却一意孤行，觉得那样做一定很棒，所以呢他在一个毫不熟悉的领域发出了声音，上帝听到了很生气，上帝呢就是角头老大、地头蛇，比爱因斯坦强很多的存在，群身跑来暴揍一顿爱因斯坦。伊文杰的结语是不要招惹上帝，不是警告不要拉小提琴，也不是嘲笑爱因斯坦他活该，而是不要招惹上帝。那要怎样才能够不招惹呢？不要让上帝发现你在招惹他不就好了吗？小说第二集《黑暗森林》的封面就写着，宇宙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猎人一旦发现猎物，危险就会发生，而地球人呢就沉浸在这座森林里面大喊我在这，因此引来了最近的猎人三体。但叶文洁呢并不是来揶揄人类的境地的，就如同前面所说的，叶文洁在赌宇宙中可能还有更强大存在，只是他们的策略没有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存在而已。而以为自己是猎人的三体，倘若也让别的存在知晓他们的位置，也有可能让他们成为猎物。而这也隐隐的暗示了叶文洁背叛了三体人。一开始乍看你都会以为笑话两字才是重点，以为叶文洁在说三体人听不懂隐喻这件事情。但后来叶文洁死了，所有也受到了谋杀，也都暗示了三体听懂了这笑话背后的弦外之音。其实呢，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三体人听不懂隐喻，感觉这和星际义工队的德克斯不同，这是我的推论啊，大家听听看就好了。三体人呢一直以来都在为生存挣扎，对他们来说光是生存就很困难了，隐喻、童话、预言，这些都是需要想象力的构成，但想象本身也是要在一个很安稳的时代才能够蓬勃发展，就像文艺复兴时代，但这种安稳对三体人来说很奢侈，所以他们一直没能有艺术相关的发展。因此呢，我认为这是为什么一开始他们不能够理解隐喻和童话的原因。另外也是人类教导后代时很常使用童话、预言作为告诫，但三体人呢并不是用嘴巴沟通的，他们是用意识，甚至于他们产生后代的方式是直接两者合体，产生出三到五个后代，并且继承他们一部分的记忆，所以他们也用不上童话和预言，所以呢也没有必要培养想象力。但是当这些隐喻成为了他们要和人类竞争生存的手段时，他们也是可以开始学习的，只是可能很需要时间。叶文洁最后一句说没有笑话我们就不能够存活，也是在说这个笑话非常的重要，重要到关系到人类的存活。而威尔呢也决定接受了解体计划，做最后决定时，他看了一眼鲸鱼，又再度转场到那个只有他一艘船的幻境中。这一段做了一个平行剪接，威尔在雨中乘船，乘警不断的跑来，直到乘警进来的那一刻雨就停了。我想这一段其实在表达说，虽然乘警没有能够见到威尔的最后一面，但是乘警来送他了，他内心的悲伤也就停止了。叶文洁回到那个改变他一生的红岸，阿提安娜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杀死叶文洁，但叶文洁本来就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到这的。叶文洁迎接了他人生最后夕阳，小说中呢更是说明了这是人类的落日。所有经历了一场看似意外实则精心策划的谋杀，随后就被带去了联合国，并被宣布为面壁人。由于质子虽然能够监控所有的一切，却不能够读懂人类的内心，因此呢他们选出了三位面壁人。索尔呢被选中是因为他们认为三体想要杀了索尔，原因呢也只有三体知道啦，索尔呢则只能够靠他自己想，理所当然的索尔一出门就被暗杀，他活了下来，见了那个疯狂的杀手。然而呢这只是一个开端，美版里面没有说的是面壁者将可以依靠冬眠的技术醒醒睡睡的度过400年，一直到三体人来到了那一天，所以对索尔来说那会是一个很漫长的使命。而塔提安娜受到了游戏的装置，三体游戏之后呢也会成为他们组织联络通讯的工具。阶梯计划失败了，威尔迷失在宇宙中，这让所有曾经都陷入了低潮。索尔因为质子形容他们是虫子，对于人类未来生存的机会近乎绝望，但大使却带他们去看虫子漫天飞虫。在长远的历史中，人类不断的打击着虫子，但他们依旧生存着，甚至数量不少，更让结尾燃起了一分生机。说实话我很喜欢这个结尾，也更让人期待第二季的诞生，这也是原著里面本来就有的桥段，但美版呢受到了很多批评。但实际上呢，我也觉得美版和原著大概就有点像是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差距，文言文呢有白话文无法达到的美感和诗意，但白话文很简单易懂，更容易打进大众的市场。我自己在读原著时呢，尤其第一集有很多陌生的物理名词，对一个文主来说它就有点像是一组密码，虽然大概知道那是什么，但再多就没有了，在阅读进度上真的是有点障碍。之后呢我有时间应该会再去补录版，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可以用超级感谢鼓励我的解析，也可以加入会员做我定期的会员团哦。会员呢也会随着加入的时间逐渐变换会员的徽章，留言时呢前面就会有这个徽章标记你是我的会员哦。感谢观看，我是祖宁，拜拜。